维瓦第四集音乐故事，按下音符，你听见什么旋律？好，是维瓦第的音乐故事哦，是很有名的四季。来，那我们看看有什么故事哦，已经好听的音乐，听听四季的旋律吧。伊莎贝尔正在房间睡觉，等她醒来以后，她会带着她的小苹果树和小狗展开了一场奇妙的旅程，一路走过春夏秋冬四季。对，所以要展开一趟奇妙的旅程喽。那我们开始跟着她欣赏春夏秋冬吧。她说：“快，小女孩要醒来了，窗外啊，小鸟聚集着，小鸟在这儿啊，在开心的唱歌。”吱吱喳喳的在讨论着，哎呦，夏天要过来了，是春天要来了是吗？春天要来了啊，其实因为春天来了。对，小宝小鸟怎么叫啊？啾啾啾。对，啾啾啾。好的啊。真好听的，是春天来的声音呢。哇哦，好多的花花呢。伊莎贝尔一面吃早餐，一面聆听春天清晨的合唱。吃完早餐，她抬起她的小苹果树，背上背包。好，来，她捧起她的小苹果树。小苹果树在哪里呀，小朋友们？对，他说什么？小皮，走吧。小皮是他的小狗。小皮在哪里？小皮在哪里呀？乖宝啊，这里啊。他说，不快一点的话，会赶不上中午的春季庆典哦。等他们出门的时候怎么样啊？你看天空上怎么了？都快要下雨，对，是乌云呢、有可能啊会下起阵雨哦。为什么呢？因为春天的天气啊，就像风一样的多变呢、OK， 那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音乐呢？感觉好像就是那个雨要一直下下来的那种声音了，非常的急促，对不对？哎呀，到了中午了，他终于赶上来这里了。伊莎贝尔和小皮到了春季庆典的活动地点。这时候雨也停了，放眼看去，每个人都露出笑脸，在蓝天。蓝天艳阳下翩翩起舞，开怀大笑。空气呢好清新呢、小羊妹妹叫，小鸡也吱吱嘎嘎，大家团在一块聚在一块哦，带上春天的花朵，动手转出种蔬菜，复活节的寻蛋游戏开始了。小皮来，伊莎贝尔说，我们也去找吧。对，那蛋在哪里？小宝找一个蛋吧。在哪里？小宝在哪里？小宝还有找到在哪儿啊？他也有。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在那里呀、有没有看到？对，找到了，在这里，没错哟。好，坐好。对，还有在哪里？这里。你也找到了，太棒了。对，还有很多很多，对，好多好多好多。对，没错。现在就很容易找了啊。对呀，你看大家都好开心啊，每个人的脸上都好。还有这。对。然后我们看看是什么样的音乐啊，这儿，这是什么音乐啊？看一下。是很欢乐的音乐呢，好像在跳舞呢。他手上有拿着一颗呢。对啊，在跳舞着。OK， 哇哦，有更多的花花了。天气越来越热了，火辣辣的夏日阳光打在参加庆典的人身上啊。暑气咄咄逼人。伊莎贝尔和小皮跟大家一样。
热得背部发痒，皮肤刺痛，最后连眼睛也张不开了。就在这个时候，乌云不知突然从哪里冒出来，遮住了太阳。等伊莎贝尔惊觉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抬头看着黑漆漆的天空，对，你看，哇哦，乌云在这儿，对不对？飘飘飘飘飘飘过来了。哎呀，大家在那边啊、哦，玩得正开心的时候，糟糕了，嗯，可能是会来不及躲云了，会不会呀、啊？这时候的音乐是什么？只想让人躺下来，没精神了。很舒服的音乐啊。哦嗯，对，你看，因为阳光，哇哦，真的变成什么了？真的变成了下雨天了。嗯，对，乌漆麻黑的了。那么云层呢？云层呢，传出隆隆隆隆吼叫，一道闪电。划过，劈开了天空，劈开了天空，一秒钟后。大雨盘下，倾盆而下，快，小皮，伊莎贝尔大声的呼喊着，快跑，对，哇，快跑，听听看吧，对，非常，那真的是大雨要来的时候的感觉了呢，大雷雨的样子，啊。这里也有、嗯、对，有闪电呢、嗯、哇，大家都躲不及了，都没有哦，都来不及闪躲了呢，这个小妹妹幸好有带伞，她有，但是你看妈妈飞走了，噗，你看连上空中的鸟儿也是，快呀、啊、快飞呀、啊、雨要来了，大家赶快跑啊，赶快躲雨啊，好难开心，对、哎、好多的动物就是赶快找地方躲躲啊，好吧，没淋湿湿，哎呀，看放晴了，暴风雨渐渐平静，微风轻飞，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秋收的时刻到喽！哦，哎呦，是红色的。秋收的时刻到喽！红色的苹果闪闪发光，橘色的红萝卜香脆多汁。金色的甘草好柔软啊，伊莎贝尔和小皮帮大家采收过冬的粮食，并且摘下自己种的苹果。这个就是什么？嗯，周遭的动物也忙着储存他们的食物。对，秋天的时候啊，要赶快储存食物，因为不然冬天就很困难找到东西吃了，对不对？对呀、嗯，没错。连一个小推的。对，然后呢，嗯，看树上的苹果，哇哦，满满都是苹果耶，对不对？嗯，然后大家看，大丰收哦，然后多的 carrot， 哇，满满的，还有 pumpkin， 对不对？嗯，真好。那这个时候的音乐是什么？是丰收的音乐吗？嗯，对呀、啊，大家都很开心，对不对？天色又渐渐暗下来了呢，嗯，空气中多了几分凉意，树叶变成橘色、红色、咖啡色的，从树上落下，下堆成一座小小山。小皮，我们一起跳过落叶堆回家吧，伊莎贝尔喊着。天空的鸟儿启程飞往温暖的国度，其他的动物也要准备接漫长的寒冬了。对，你看树上那个所有叶子，看都转成红色啦、橘色，然后你看小动物们也都准备过冬咯，你看小兔兔们，对不对？小宝，兔兔在哪里呀、啊？罗宾在这里。啊，那里有一些。对，你看，所有的鸟鸟他们都往这边飞了。嗯，他们要赶快找地方躲躲过寒冬喽。所以呢，伊莎贝拉抱着他的苹果树，还有小皮，啊、哦，赶快走喽，快点吧，回家喽。还没有按一下这个音乐，回家的音乐也是非常轻快的呢。
好，拿回家咯。哎呀，结果是冬天了呢。冬天的时候怎么样呢？伊莎贝拉和小皮快到家时，天空飘起了雪来，冬日的冬气刺激寒气刺进手心，沾入脸颊，他们不仅开始发抖了，发抖了，好冷啊，好冷啊！他们用跑步来取暖，还堆了一个可爱的雪人，用石头用石头做眼睛，用胡萝卜当鼻子，堆好雪人后，伊莎贝尔忍不住说：“好冷啊！”对呀，哎呀，你看都下起雪。小苹果树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叶子也掉光光了，但没关系，对它还是可以的。对，好，那看看冬天是什么样的音乐呀？来。有点寒冷吗？哦，我觉得好寒冷哦，你的 Rabbi， 好疼哈。啊，太阳要下山了。对啊，快要下山了。伊莎贝尔说：“快点，小兵，我们得在天黑前回到家。”他们拼命的动跑，向前奔跑，奔跑。然后伊莎贝尔踩到结冰的小径，脚步。一个不稳就滑了一跤，手中的小苹果树也飞了出去，花盆真的沿着斜坡滚啊滚，滚进了小溪，结果就破掉了，哦，在哪里去？在哪里？哎呀，跑题啊，糟糕！因为那个冰啊太滑了，他一个不小心，不就摔跤中了。哎呀，我就掉了，怎么办呢 ？OK， 这个时候的音乐是什么？对，你是很急促呢，因为赶快回家了。滴滴滴，好，老表要回家，赶快回家了哈！哎呀，终于回到温暖的家了。可怜的苹果树，伊莎贝尔说：“此刻他已经平安回到家了，正坐在沙发上。我就这样失去了苹果树，我好难过。小皮，怎么了？”小皮用爪子抓抓伊莎贝尔的口袋，伊莎贝尔把手伸进去，发现了一颗苹果。你好聪明！他兴奋地大叫。原来，只要伊莎贝尔把苹果吃了，留下了果核，果核里就会有一些光滑的褐色的种子。太棒了！等到明年春天来临，种下这些种子，就长出新的苹果树了。对，太棒了。嗯，来，安安。很温暖的音乐的旋律哦。嗯，这里也有小小棵苹果树。对，超小。OK， 好，哎呀，所以就故事结束，所以这个四季的故事是哪一个音乐家写的呀？安东尼奥·瓦斯·维瓦蒂。维瓦蒂，对，他是1678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哦。他有一头鲜红色的头发。OK， 好，没关系，来，和那个时刻。大多好，这个小朋友可以慢慢看。OK， 好，来，我们来看看他是跟他的爸爸一起学那个小提琴了，所以后来呢，变得非常著名的作曲家哟。哇哦，他之后呢，他留下了800多首的作品呢，而且，我们这个刚刚听的四季呢，是最有名的是他在1723年呢，我们现在是2022年，哇，好久，对不对？所以这个四季呢是最有名的。然后呢，这个是用了一小组弦乐器，然后模仿很多很多的声音哦。待会听音乐的时候呢，或者可以用那个口哨，哼哼看，好，吹吹看，好，哼一下这些旋律，都是感觉会蛮熟悉的哦。OK， 好，来，小朋友们刚刚都听过了，对不对？不要按这个。好，不要抢先。好，来，小宝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这个是春天的时候的音乐，对不对？对。
等等呢，我想要好，再按一个就好，好吗？我按这个，大家一起庆祝的。这是什么？这是秋天，对，大家一起庆祝的声音，对。这是收成的喜悦哦。啊，这个是什么？嗯，这个。啊，这个是什么的呢？是春啊，是春天来了。好，宣告一下。然后呢，小羊蹦蹦跳跳的，有没有？小鸟叽叽喳喳的 ，OK， 都很开心。好。OK， 好，所以这本书就是它这边啊结束咯。I hope you will like it.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Goodbye, little apples.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When do you say the apples and the you and the me? 好，拜拜咯。Sorry, class. 拜拜。